大家好，我是小妹。那很久没有来做扭蛋的单元了，所以呢有点怀念，所以决定找出我们这个系列。你是第一集来宾吗？应该是吧，一起转蛋去。这是两年前发生，才一年前的。哦，一年多前了，那个时候你还不是长这个样子。你这一年多来，哇，真的是各个地方都有。因为我们最近来到高雄嘛，那高雄的一个转蛋圣地就是高雄梦时代的八楼。我之前有自己一个人来这边转过，这边的特色就是机台非常非常的多，新旧都有。那我们这次就一样来转转看，因为很久没转，不知道最近市面上有什么新的转蛋。好啊。好，那我们就开始吧。这个好，那我们首先看到是小小兵，这个小小兵它叫萝卜，我没看过哎，好好转转看，100块，总共有6款吧，哎，要往一用了，你干嘛啦？好虚荣哦，你叫废物啊？有了有了有了，萝卜，少了一个香蕉，是凯文，哎，你连他名字都记得啊？因为我很喜欢，真的假的？那你里面有3只啊？那你如果去环球影城不就疯掉？超爽！你不喜欢凯文哦？我比较喜欢萝卜，萝卜很可爱。欸、这是不是杯啊？是杯跟纸哎、欸，你看，其实细致度做很好哎、欸。这样子虽然100块有点小，但是这个精致度，如果很喜欢小小兵的话，是可以考虑的。你可以看到他在侧面衣服的细节都还是有做出来，甚至连扣子不错哦。然后是杯跟纸，所以屁股有一个这个，这就是 Kevin。嗯，所以你喜欢的是萝卜，对，我们再转一个。好啊。啊，是萝卜！真假的？就转到萝卜了。真的，萝卜、欸、好胖啊，很可爱。Happy 做的细节也很可爱。好了，那我们就转下一个。这个是玩偶还是什么？好，各位，我们接下来要转的是这个皮卡丘。我最喜欢的一定是皮卡丘，而且这个蛮贵的，这150。但是它应该会是蛮大只的，因为它是外壳就是宝可梦。又是皮卡丘哇！所以它的壳可以直接用。我在坐在这里，会不会大会很丢钱给我？我妈，你真的觉得会好碰吗？我拿袋子。是大头狗的，它大头狗的比例耶，超级可爱耶！它的那个尾巴还是这样子。被抽到真的是运气很好。真的不错，这个放在桌上或者是柜子里都很 OK。OK。那再让小咪挑一个吧。哇，这好可爱哦！感觉很疗愈。就叠在一起。所以我们来转一个，这是海狮。海狮还是海豹，我搞不太清楚。没有，不同不一样。然后海狮跟海豹不太一样，应该吧？软软的，不软软。这个玩久了，应该上面就会开始脏脏的。脏脏的，但是很疗愈。可以拉长吗？嗯。好恶心。看到正妹变长了。那怎么那么软？超可爱哦。这是什么？小包包？小行李箱的到，哎，钥匙是钥匙哎。是锁的那个锁锁头。嗯，好可爱哦！它是一个绿色的企鹅嘛，给大家看一下。所以它就是一个小锁，那可以从钥，它有副钥匙，可是从钥匙当中就是一个很装饰作用大于实际用途的一个锁。嗯，那可能比较不会实际去使用它。很烂哎，这个锁，感觉一拔就会松掉。但这个锁再配一个名牌包包是，其实画龙点睛啊，因为很多人的包包都长一样。如果你有一个这个，就很特别。挑一个吧，还有蚂蚁，耶！哦，是有蚂蚁的软软，好恶心哦，好恶心，还是它里面都是转到的是蚂蚁？哎，我转到好像是冰淇淋，蛮大的哎，蚂蚁嘞，蚂蚁真的要另外转哎，没有蚂蚁啊，它只有附一个融化的冰淇淋给我们，对，它其实这个蛮疗愈的，你看到是融掉一半的冰淇淋，那其实没有真的融掉。摸起来好特别，做的蛮像的，远远看真的很像，只是比较小根的冰淇淋。好了，但是蚂蚁要另外扭，我就不多花钱去硬扭蚂蚁了。我的经验是，它八楼啊，越中间的转蛋越旧，所以这边就出现一些去年我还有今年或去年有看过的转蛋。它通常最新的转蛋都是放在比较边边的位置，让消费者第一时间可以看到。所以接下来看到是比较旧的转蛋。你看到吗？小包包里的小包包。他意思就是说，让你的背包里面再背一个小包包，我觉得很用心哎。啊，可是这个包包比较不经典，它的设计应该就是让你一个包包在大身，对，大包包挂小包包，很可爱的感觉。所以你可以找同款的。我比较想要的是，对，是这一种。啊，这种比较容易买到。帆布包就是很经典，或者这种登山包，它看起来比较像真的包包。这款我觉得还好。嗯。好，所以我们来转一下柴犬哦。它这个柴犬其实比想象中便宜，是不是因为它是旧的嘛？滞销品，没有人要的柴犬。你想哪一个柴犬？
这只吧？这一只吗？这只好可爱，看着自己窝的柴犬吗？哎、欸，是哎、欸，是不是？就是哎、欸，哥根本很小，超小的。然后它，我觉得很特别的是，它的脚印又印出来，那这样就可以理解它为什么60元。蛮便宜。啊，刚好有一个想转的。那个 Windows 的一些东西做成袋子，还有什么 PDF 档啊、Excel 啊、资料夹啊。哦，我转到的是绿绿的 Excel。哎 ，Excel 袋子。它这样真的没有版权的问题吗？真的是一个 Excel 的零钱包，就是你看它还有拉链，给大家看一下，有拉链。然后呢，拉起来之后，背面是白的，正面就是，哎，它有做一个斜角啊，跟那个 icon 一样，有个斜角，真的是一个 Excel。有没有加班到一半扭蛋还来扭 Excel 哈、嗯？想到就痛苦。后道星球，哎，后道星球是非常从去年开始非常红的，的扭蛋。它是浣熊。真想浣熊。嗯，这是什么三枪是不是？好像是对，好像三羊还是什么，三枪还是三羊。其实精致度还可以耶，细节做得不错。那个脸型厚道的那个侧脸有没有？要不要再转一个？好啊，好。看能不能转到大象。他转下来，但是要伸进去掏。我觉得梦时代的扭蛋都有胶带，所以都麻烦。真的吗？哦，其实很可爱，但也不是我们要的。海龟。可是这一只感觉就没有那么细致、欸。你给他看龟壳，龟壳我觉得不错啊。给你们看龟头。所以你喜欢这种龟头是下巴凸出来一点的吗？当然是越最后要来转的，也是今天最贵的是美少女战士，这是什么？可以召唤什么东西出来？召唤什么东西？可以召唤变身吧？变身想先脱衣服。欸、你想哪一个？先说你想哪一个？还都蛮喜欢的，我觉得爱心的都蛮可爱的。对啊，我觉得蛮可爱，这个也很可爱、哦。所以都可以，四个你都可以。这是今天最贵的转蛋，金光相向的。可在后面就。蜡烛啊，后面就比较普通啊，它可以打开来，可以可以，噔噔，自拍镜打开，什么事都没发生哦。这个好像可以插上去的，嗯，好像有点太贵。还是你的那个比较好哦，那一整根的那个，你刚刚还会发亮、哦。那个你有开箱的那一，那以上是这一次在高雄梦时代的转蛋，那就暌违了一年多再次来，我觉得这边还是蛮好转的，嗯，新旧的转蛋都有，那就是价格稍微贵一些些，但我觉得 OK 啦，可以接受，就顺便转了，再次感谢咪飞。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，记得按一个赞。想要看到更多不同的转蛋影片的话，也欢迎留言跟我们说，我们就去转转看。我们就下期见啦，拜拜。